郭舜耀演教六年，没把握对别人负责。他那时候都一直跟导演怂恿我，赶快结婚生小孩，赶快结婚生小孩。郭舜耀被催婚了，他演出电影《星辰童话》，李李仁和导演叶天伦要女神快点嫁。李李仁还爆料拍戏时，男朋友有来现场。那么年轻轻，难道是结婚的前奏？我以前就觉得26啦，但我现在26，我就觉得可能32吧。看到男主角李李仁一家幸福，不会想生吗？这还想玩，因为有小孩，真的你就很难跑开了吧？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我还没有把握对别人的人生负责任。瑶瑶更是胸怀大爱，我领养也 OK 哎、欸，那没事，去我家领养我们家那两个。娱乐动新闻，要的是一个感觉，感觉，对，一个感染力，感染力。报道。